大家好，我是 Brian。这次我们从华硕位于关渡的理工大亚楼带回来关于 ROG Phone 3的第一手情报。首先来看到外观，正面来看的话 ，ROG Phone 3其实对比 ROG Phone 2来说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就是听筒处呢从原本的红色变成黑色，显得更加低调。翻到背面来看也是如此 ，ROG Phone 3的设计师吸取了用户的回馈，在整体设计上变得十分低调，电路纹减少了不少，但是经典的败家之眼还是得留着的啦。ROG Phone 3的相机部分也从二代的双镜头升级到三镜头，分别是微距镜、广角镜以及 IMX686/6400万画素的主镜头。全新的设计语言就是这块透明玻璃下的直触式散热片，分别对 CPU 以及 5G 模组进行散热，并且相对于 ROG Phone 二代呢，整整有六倍之大。大家都知道 ROG Phone 会用上当下最顶尖的硬体，除了处理器用上的是高通骁龙865 Plus 以外，也使用了 LPDDR5 的 RAM 以及 UFS 3.1 规格的 ROM。 ROG Phone 也跟上 5G 的列车，并且在台湾贩售的版本是全频段版本，想出门在外就不用担心收不到讯号了呢。那这台手机也使用了双卡双待的模式，而且是5+4G 的双待哦，不会像其他手机一样插了双卡就变4G+4G。屏幕方面这次也有所提升，从二代的 120Hz 更新率升级到了 144Hz 更新率，触控反应时间也缩短为25毫秒，并且还有 Delta 1小于1的色准以及 HDR10 的显示技术。另外 ROG Phone 3也是全世界上第一台通过 TUV 低蓝光检测的智慧型手机，让玩家不用担心对眼睛造成的伤害。除了萤幕，为了玩家的多媒体需求，喇叭上延续前一代的双出音孔设计，并与 Direct 合作，用软体的方式让低音更沉，定位更准，声音更清晰。为了给玩家最极致的效能，这次X 模式也没有缺席，除了像前代一样可以对 CPU 与 GPU 进行手动调整之外，这次还新增了对萤幕更新率啊、触控反应度以及网络进行调整。 Air Trigger 也是 ROG Phone 系列独有的按键功能，除了手势从原本的两种升级到了六种之外，也能上下晃动变成一种按键，让玩家在 FP 游戏上面可以用此来换弹。玩家们可以在 Armor Crate 软体里面进行 X 模式的开启或是 Air Trigger 的设定外，这次还新增了 ROG Connect 的功能，这简单来说就是专门给 ROG Phone 用户的小型社群，打造自己的生态圈。再来就是电量的部分啦、啊、，ROG Phone 3维持着6000毫安培的电量以及30瓦的快充。据开发者所说，这是为了最大程度上跟二代的体积保持一致，让部分二代的配件能够沿用。说到 ROG Phone 的配件，无论是否是用户，都会对 ROG Phone 那海量的配件感到印象深刻。那么这次 ROG Phone 3的专属配件，个人觉得有两样可以特别拿来讲。首先是 AeroActive Cooler 3外挂风扇，主要是帮开头讲到的散热片进行散热，更吸收了玩家的意见，多了个小支架，这样玩家就能把手机立起来看影片，或用选座的手把进行玩游戏啦。再来就是炫光智慧保护壳 Lightning Armor Case。各位看到这点阵设计是不是很眼熟呢？没错，它与西风之神 G 系列是同一设计语言。个人非常喜欢西风之神 G 的背盖，当然也别忘了 ROG 最标志性的 Aura 灯效啦。除了手机的专属配件之外，也能对一系列的 ROG 周边进行灯光的同步。像我们这次也找来了 ROG Citra RGB 耳机，来给各位实时演示一下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 ROG Phone 也专门对 ROG 系列的耳机进行专门的声音调校，在各家厂商都想在电竞手机这块市场分一杯羹， ROG Phone 身为领头羊，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值得提出来的。第一点就是它为保持着业界当下最高规格，除了刚刚提到的 S865 Plus 处理器、 LPDDR5 的 RAM 之外，它 ROM 也用上 UFS 3.1。 可能有玩家要问了，为什么这次最高规格只有 1TB 呢？原来是因为现在市面上几乎没有 1TB 的UFS 3.1 的规格，所以他们就退而求其次，使用了 500GB 的 UFS 3.1 RAM。 第二点，以玩家为本建立生态圈，他们也吸取了很多玩家的意见来进行设计上的改良，像刚刚提到的啊，什么是风扇小支架，或是让整体的设计更加的低调。以上便是 ROG Phone 3的第一手报道啦，各位玩家们觉得如何呢？我们也会有详细的记者会记录，到时候还请移驾到 CIF 网站上进行观看哦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希望以后也能带给玩家们第一手的科技资讯。我是 Brian， 别忘了订阅 CIF 频道咯，拜拜。